金瑞台球业余等级考核1到6级，第一级，一级考试题4道题，满分100分，75分以上及格。第一题，基础题，推球进袋。得分规则，一共10球，推进一个得2分，最高得分20分。第二题，基础题，推白球。得分规则，一共推5次，成功一个得5分，最高得分25分。三题，准度题，直线球。得分规则，一共5球，打进一个得5分，最高得分25分。第四题，综合题，带口球轻台。得分规则，一共6球，打进一个得5分，最高得分30分。学台球上新锐，三个月练成一杆清台。新锐台球业余等级考核一到六级，第二级，二级考试题四道题，满分100分，75分以上及格。第一题，准度题，半台直线球。得分规则，打进一个得2分，连续打进3个额外奖6分，4个奖8分，5个奖10分。第二题，准度题，半台角度球。得分规则，五个位置每个位置打一次，每次击打时，白球放到开球点的位置，进一球得4分，最高得分20分。三题，进攻题，三颗球舍彩。得分规则，打进一个的5分，连续打进3个奖励15分，满分30分。第四题，综合题，综合球形轻台。得分规则，打进一个得3分，连续打进5个奖励15分，满分30分，中间失误则本题终止。白球可自由选择开始位置。学台球上新锐，三个月练成一杆清台。新锐台球业余等级考核1到6级，第三级，三级考试题5道题，满分120分，75分以上及格。第一题，准度题，中台直线球。得分规则，打进一个得2分，连续打进3个额外奖6分，4个奖8分，5个奖10分，最高得分20分。第二题，准度题，中台角度球。得分规则，打进一个得5分，最高得分25分。
第三题，力度控制题，高杆力度控制，得分规则，每个 S 指位置打两次，小力位置成功得两分，中力四分，大力六分，最高得分24分。第四题，力度控制题，低杆力度控制，得分规则，每个 A4 纸位置打两次，小力位置成功得两分，中力四分，大力六分，最高得分24分。第五题，走位题，三颗球舍彩，得分规则，第一颗球8分，第二颗9分，第三颗10分，失误则终止击球，最高得分27分。学台球上新锐，三个月练成一杆清台。新锐台球业余等级考核1到6级，第四级，四级考试题5道题，满分100分，75分以上及格。第一题，准度题，角度球，得分规则，白球每次击打时位置不变，不限顺序，不限袋口，每颗球打进得3分，满分15分。第二题，解球题，边库解球，得分规则，按顺序依次磕到库边10颗球，成功一次得3分，满分30分。第三题，走位题，白球控制，得分规则，白球部分进入范围里得分，每个区域可尝试2次，1到3号区域得分为1分，4到6号区域得分为2分，7号区域为3分，满分24分。第四题，走位题，5颗球舍彩，得分规则，从靠近库边的球开始依次击打，白球走位时不能碰到其他球，打进1颗得2分，满分10分。五题，综合题，散盘清台，得分规则，不限顺序，连续打进7颗球，8号球中途进袋算犯规，打进1颗得2分，一杆清台额外奖励5分，满分21分。学台球上新锐，三个月练成一杆清台。新锐台球业余等级考核1到6级，第五级，五级考试题，5道题，满分100分，80分以上及格。第一题，准度题，直线球，得分规则，白球每次击球时放在与袋口连成直线的位置，分别将10颗球打进底袋，右边5颗球进右侧底袋，左边5颗球进左侧底袋，打进1球得1分，10颗球全进奖励10分，满分20分。第二题，翻袋题，三角度翻袋，得分规则，同一颗球分别从如图所示的3个位置翻进中袋，只允许弹一库，翻进1球得2分，满分18分。三题，走位题，15颗球舍彩，得分规则，白球自由选择位置开始，按号码顺序击打，不限袋，白球走位时不能碰到其他球，打进1球得1分，失误或犯规则停止击球，一杆清台奖励10分，满分25分。第四题，综合题， X 型清台，得分规则，白球自由选择位置开始，不限顺序，8号球除外，不限袋，连续击打，最后打8号球，如果失误或犯规则停止击球，打进1球得1分，一杆清台奖励9分，满分18分。第五题，综合题，散盘清台，得分规则，
白球自由选择位置开始，先击打一至六号球，不限顺序不限带，最后击打七号球和八号球，用七号球来校位八号球时必须弹两库以上，如果失误或犯规则停止击球，打进一球得一分，一杆清台奖励11分，满分19分。